虽然我是很不想承认啊，但听说这个年头饶舌歌手没有著名灵感出处，好像很容易有公关危机哈。OK， 接下来让我来提早介绍我们这次的评审团主席卢律明，大家跟我念三遍哦。卢律明，卢律明，卢律明，很好。等一下所有的接奖嘉宾看到你的小卡上出现这个名字的话，记得这是评审团主席，不是得奖者，千万不要念。欢迎第十四届金鹰奖颁奖典礼，典礼主持人熊仔。尊敬的嘉宾，亲爱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仔。我们紧张而兴奋地迎来这个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事——金鹰创作奖。这个时刻象征着音乐界最优秀、最有才华的艺术家和音乐创作。我们汇聚在这里，不仅是为了表扬优秀，更是为了庆祝音乐的力量。它能打开心灵的视窗，串联文化，并带给我们无限的情感和共鸣。谢谢每一位参与本次盛宴的艺术家、音乐从业者和支持者，你们的热情和奉献让音乐更丰富多彩。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，珍惜音乐所带来的情感，并为音乐创作的辉煌未来而鼓掌。好，谢谢。刚才这整段是由 ChatGPT 产生的，因为大会希望我用一个稳重的方式开场，那我这个最佳作词人文思枯竭写不出来，所以我就拜托这个 AI 来鬼写一波。虽然我是很不想承认啊，但听说这个年头饶舌歌手没有著名灵感出处，好像很容易有公关危机齁。OK， 接下来让我来提早介绍我们这次的评审团主席卢律明。Yeah， 大家跟我念三遍哦。卢律明，卢律明，卢律明。很好。等一下所有的接奖嘉宾看到你的小卡上出现这个名字的话，记得这是评审团主席，不是得奖者，千万不要念。